站好了，手抬起来，。是教不会的，换个人教你。大宝，你教教他。错，如果害怕，就把眼睛闭上。副探长，我海蛇这一辈子杀的人，比你吃过的鱼都多。所以凡事都有一个报应啊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八个字，我送给你，后生。看得出你是个文化人，死在你手里不丢人。让我做踏实了。老哥哥，人多。麦子啊，回来了。哎，哎呦，真漂亮啊！哎，你舅舅也回来了，在楼上呢。啊，来，走，小心啊。爸，光哥，啊，我舅舅回来了。回来，回来呗，怕什么呀？他仔细的问我搬哪儿去，我怎么说啊？该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说啊。走，不行，他肯定会生气的。再说你俩之前还……行行，那你车上等着，我自己上去，免得你们尴尬啊。嗯，行，去吧，放心，去。话呢？人是不是你杀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干的？说。起来。
事情办的怎么样了？哎，都照哥的吩咐，让尤德彪那小子开的枪。对，哥，那尤胖子给吓得是一哆嗦一哆嗦，哎，差点尿裤子。要我说，直接给他办了就完了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哥，放心吧，没事了。该干嘛？这是你的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这都是兄弟应该做的。 哥，让你拿着去，拿着。谢谢哥。喂，找你的。哎，是我，说。爸把他们分别关押，听清楚了吧？啊？ 谁都不许见！哎，废什么话呀？等我回再说。哥，好消息，赶紧说。你猜我们走了之后，谁去尤德彪那儿？就那慕容摆手手底下那根棒，膀胱那小子，我们把他们都抓了，现在就在警局关。咱们马上去警局，大宝你也跟着。 哥，慢！好，哎，乔姐，乔姐，有电话找你。哎，你好，哪位？麦子，怎么了？哎，小心，那个你们家出事了！哦，不是，我们家出事了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反正就是出大事了，你快点回来吧，来了好多警察。好，我马上就过来。 上去给慕容白打个电话，知道该说什么吗？没问题，开门。哎，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？ 我接慕容公馆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，有什么事吗？现场出什么事了？阿光出事了。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膀胱他就突然出现了。你的话，我信。谢谢李老板，我可是按照你吩咐办的，你可得救我。乃哥他们呢？今儿的乔迁之喜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膀胱出事了。开门，放我出去！ 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律师，你说你现在该怎么办？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洗清你自己。真的？你觉得是尤德彪做的吗？应该不是他。
除了他，现场没有其他人。警察要来的那么快，一定是听着枪声而来。但我进去的时候，尤德彪就站在那儿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应该不像他干的。就算不是尤德彪干的，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只有你和他两个人，那么警察一定会认为这件事情不是你就是他。我们得做最坏的打算了。 你就说，陈小希爹的死是庞光干的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尤德彪会指认我？除此之外，他没有别的办法洗白自己。你眼下只有指认庞光这一条路可走，别无选择。李老板，可是人是我。 记住，人是庞光杀的，听清楚了吗？重复一遍，人是庞光杀的。我是回老屋的时候，偶然间看他。很好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你就这么说。 否则，我帮不了你。他真的是在帮我，分明是想借我的手陷害庞光，同时控制钟慕容办，这是一箭双雕。来来，换岗了。 刚才你看见没有？那人死得太惨了，竟然骨头都断了。可不是吗？你说这得罪了谁呀？下手这么狠。你知道死的是谁吗？不是胡探长的兄弟吗？哦，对对对，那个叫熊二宝是吧？以前是不是还来过咱们这儿呢？是啊，没错，就是他。 你刚才说的那个人在哪儿？他是我弟弟，就在前头法医室啊！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住手！干嘛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哥，二宝死了。谁？二宝。 干什么呢？爹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啊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哥，放我出去！
替你爸爸出报了啊！我买了件衣服给二宝兄弟，跟我一块给他穿上去。 这是谁干的？你以前做的那些事，该还的都还了，现在你可以安心了，在我心里。 哭了，好不好啊？哭得我心都烦死了。你说你这挺好看的吗？哎呦！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呀。不，我是你儿子，我是女孩。我知道你是女孩。那好吧，如果你要不愿意当我的儿子，那你就自谋生路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嗯。 一定会报的。我海蛇这一辈子杀的人，比你吃过的鱼多得多。
那些勾结很多，但肯定不是林英志。那你觉得他会是那个人吗？如果他是那个人，你会怎么做？食指扣扳机，打死贼正面。他们为什么要杀陈小希的爹？陈小希父母是什么人？我是不是应该去找白竹生谈谈？ 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我还得隐忍。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赶紧把饭给我拿来。相信光哥说的话，不然你们一定后悔。你是真弄不清楚，这儿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在没定罪之前，你得给我饭吃吧。就算定罪了，也不能不给饭吃。你以为这些规矩光哥不懂啊？ 夏雨和仁哥来看你了，既然走了，那就走快点，早点下去和爹娘团聚。大哥答应你，只要找到杀你的那个人，一定提着他的人头来祭拜你。二宝，哥之前 现在答应你，从现在开始，码头所有的事就交给你哥打包了。也顺便，仁哥，力哥把码头交给我了。 这离离间近啊，大宝，他现在巴不得咱们东北的某某门弄死。大宝，哥答应你，属于二宝应得的那一份，哥将来一定还给他。明不明白吗？啊？谢谢哥。
太棘手了。燕燕汉，这早餐怎么没动啊？是不是不合口？说正事儿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凶手只可能产生在当场被捕的两人之中，不是尤德彪，就是唐管。不可能！我走访了案发现场周围的居民，大多数人都听到了有枪声啊，但是他们没在意，还以为就是那鞭炮声呢。就有一个人确定那就是枪声。那个人当过兵，打过仗。这能说明什么呢？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从枪声响起到我们的人进入现场，在这一段时间之内，并没有第三个人进入案发现场。所以说，凶手他就在这两个人当中。孟爵士，尤德彪是我传会的代理律师，他这个人我了解。向来胆小谨慎，也不会用枪，我觉得不会是他。那更不可能是彭光了，他根本就不认识死者，没有理由杀他呀。两位，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，尤德彪已经亲口指认了杀人凶手，就是彭光。胡探长，你不觉得这里面有疑点吗？为什么尤德彪今天早上才说？昨天逮捕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说呢？爵士，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清楚。这么大的疑点，难道你们警方就不做调查吗？哎呀，爵士，您这是在质疑我们警方的能力，啊？没错，我就是在质疑你们能力。如果你们办不了这件案子的话，那我只能……就是，我们可能确实没这个能力。哎呀，但是这个案发现场它就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，你这……我们还不得不办。请问你找谁？要想活命，把嘴给我闭上。探长，不好了，外边来了好多兵。兵什么兵啊你？兵管那事儿吗？还得是我说了算，知道吗？下去。二位稍安勿躁，我先进，快点。哎呀，何团长大大驾光临呐！胡某有失远迎，还望您当面受个字儿。你谁呀？鄙人胡某人，这儿的总探长。你把你的舌头捋直了再跟老子说。老子问你。在这警局里面，是你这探长大呀，还是你们局长大？您要这么说的话，那还是我们局长大。那就把嘴闭上，叫你们局长出来见我。那个何探，您这是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局长呢一直在外地出差，所以局里。大小事务都有胡某啊，全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看来是这山中无老虎，
你这猴子成大王了是吗？猴探长，猴探，纠正您一下，虎古月虎。猴探长，知道老子是谁吗？哎呀，何团长的大名，那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啊！淞沪警备区团长，何团，知道就好。去，把那两个犯罪嫌疑人给老子带上来。你是什么人？跟老子装糊涂是吗？我问你，昨天晚上你们是不是抓了两个凶案现场的犯罪嫌疑人呢？是抓我两个。侯站长，你既然认识老子，老子就告诉你老子的职责是什么。我除了军属之外，还负责与你们上海市政厅所有的联系，包括你的警局和法院，更包括你们审案。可是何团长，有一点胡某必须先说清楚。别废话，带人。你就别干什么，走啊，走，去哪儿？走。你们谁是尤德彪啊？我是。那你是膀胱了？对，我就是膀胱。尤德彪，听说你是律师。啊，对。膀胱是商人，这一个律师一个商人，这案子没什么审的了。尤德彪，人是你杀的吧？真不是我杀的，我是冤枉的。尤律师确实是冤枉。膀胱，这老子就不明白了，你是真傻呀，是真傻呀，还是真傻呀？啊？这案发现场就抓住了你们两个人，你说他是冤枉的，怎么着？你承认这人是你杀的了？人肯定不是我杀的，应该说不是我们两个杀的。什么意思？我跟尤律师，我们俩同时到达案发现场，咱俩去了人就死了，地上就一把枪。哎，像行行完了？哎，这小子说的跟昨天晚上可不是。探长，你他娘的摔谁呢？给老子过来，过来！你坐那儿。何探长，戴上老子的帽子，你来审，老子听。何探长，您这顶官帽，那是我能戴的。戴不了。戴不了。戴不了就别磕磕巴巴的，把嘴闭上，啊？膀胱、尤德彪，按你们刚才所说，你们两个人到了案发现场之后，就发现人已经死了，是吗？对呀。尤德彪，这膀胱说的是实情吗？他，尤德彪，你个大律师，你磕磕巴巴的学他呀，是还是不是？侯探长，你的警察到了现场，有没有看到他们杀人？或者说有没有直接的目击证人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那就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人是他们两个杀的，对吗？侯探长，结案，放人。哎，别！侯探长。别扔！放了！快！如果何宗荣来了，那就证明这件事应该很快就会解决。
你先盯着吧，有事再通知我。嗯，知道了。哎呀，这是按的还挺累的。胡站长，哎，你给老子念念，上面写的什么？念念。尊重事实，不偏不倚，公正执法。你公正了吗？啊，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就乱抓人，怎么着，侯探长？为了抓住真凶，人手不够是吗？我可以借给你。哎，侯探长，这个大哥，你放心，保证早日缉拿成效。知道老子为什么来吗？啊？是为了上海的社会治安呐，太他娘的乱了！现在老百姓都怎么说你们？啊，一个大探长，坑坑巴巴的，成何体统？啊，是不是猴？哎，你好，古月和胡，胡探长，老子记住。王总，赶快办理一下手续啊！老子等你喝茶。明白的。何团长，刘德彪，这年头当律师可不好当啊。何团长，厉先生，不愧是马会的会长啊，嘴角够利落。你跑这儿干什么？何团长有所不知，尤德彪是我公司的律师，庞光又是我慕容兄的兄弟，所以你们成为朋友了，够快的。何团长，上次的事情本身就是个误会，我和厉会长本身又很投缘。我问你了吗？慕容爵士，开个玩笑，老子还有公务在身，就不跟你们闲扯淡。有空，府上喝茶。二兄，慕容兄，你对最近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怎么看？这还用看吗？一定是有人觉得你我最近走得比较近，想从中挑拨。英志兄，是不是你得罪了什么人？要不就是有人要跟我过不去。我觉得这样挺好，这反而更加增加了咱俩之间的情谊啊。没错，小人也好，真凶也罢，我相信你我一定能把他挖出来。一定。老人家，你有一个好女儿，九泉之下安息吧。是啊，你的孩子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小心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吧。不要忘记了，咱们到上海是干什么来了。咱们到上海是他们来报仇的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忘记了。沈殿前，你是不是在华英号上？我记得这条长毛项链，当年是你救了我。你说这世上什么东西最难懂？什么？人的心，它就是咱们一直要找的仇人。我怀疑他就是当年亲手制造华英号惨案的凶手。
白主上，我叫慕容白，不是您商人。万一林芷跟他一样是坏人呢？爹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的。